来吧，维恩，踹！还狂，带个点炎还狂，狂什么玩意儿了？永远不败，看清你要去的地方。差二十个送礼银送我们啊，来个大气就可以了，兄弟。拿下！其实打着维恩应该带强攻，害追呀、啊！啊，害追呗，是不害追？我现在很想反杀你，我决定要反杀你，小伙子。本来我不想反杀你，我想了想，寻思我要不我走吧，但我仔细的想了一下，你好像是个屁。只要我补一下，他就没了。打着维恩确实应该带强攻的，带不灭没有什么用，带不灭 A 不着他几下，打近战带不灭，或者打远程带彗星也可以。然后我们主要是主 E 啊，三级 E， 滚过来，来滚过来，他不滚的话不好办、啊、先 W 扭一手，把 E 下 E 上来 A 抽平 A 尖，不急啊，把饼干吃了，我在等技能，我想问你在等什么啊？这是猴子新皮肤吗？猴子新皮肤没出呢，十六号左右出吗？不是，今天十几号啊？今天十五号，明天出吧。溜了。你得先看中自己，否则别人就会当你一钱不值。这维恩不补车，鬼战胜者，我先出提亚马特推线快一点，完了我整个耀光，他可能在打字儿，我感觉他可能让队友给骂了。钱包最后的人，我不会被误导，只有懦夫才会。我先给你个 W 的 E 下 E 回来 ，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再 A 一下 ，Q 一下。一上来接拉起，他的 E 技能没有我们 E 技能快，这就是主 E 厉害的地方，知道吧？我就想问一件事，这到底在干些什么？现在英雄联盟的游戏环境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吗？我强烈谴责呀！
就有工作。啊，现在这游戏环境急需净化一下啊，我发现。暴力是了结的手段，我唯一需要的就是时间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我他妈把你杀了，我操了。耐心不是一种品格，而是唯一的。你没有哪怕半点用处。不是，这脚本儿。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把你奶给你揪了，还好我这是青钢影。我将确保皮尔特沃夫的生存。也行吧，他跟着我。他跟着我也行，其实没关系。晚豪上来了。不能拉起走。等待会带来丰厚的。先把这围巾给他扫了。我们都不用理这婉豪啊，根本不用理他。减速。回家。不回家，吃不死。那薅着是怎么死的？维恩跟婉豪，那还是得先杀那维恩，先打吧溜一手，一前一后来 A Q 大树拉起。今天不是你的幸运日。不用了啊，没关系，打吧，跟那秦王要住。我把那峡谷打了。刷宝典可能是吧，那宝典有什么？主要是因为这应该是定位赛，碰个人吧，有点问题。最后一把打完就好了。专家的标志就是精确。定义基本上二十一小时。现在的宝典要想完成得打多长时间？
小蜜蜂的宝典。你他妈给我扛一下，我操了！时间总是有的，我赶紧走。你他妈给我死！因为得体的女士会采用许多手段。维克托，哇，八百妞，活也越快，至少死的尊严，机会只会眷顾等待的人，好的礼节要通过。把维恩杀了，杀完赶紧推，推完赶紧拉倒，结束，下一把。我打不了 AQ， 拉起一下一回来，平 A 平 A 扣一下套点 A 接拉起接平 A， 这晚豪差点把我打过了，小兵有点多。小兵有点多呀，永不过时，耐心不是一种品格，而是唯一的防御，即将脱落。我们先把那九头蛇刷出来，这样就有续航了，要不然现在没有续航。精准是唯一重要的标准。我好像错过了。1750。蓝不够啊。我看一下啊。这咋没洗澡呢？没事，不用害怕，小问题，这都是一些小问题。看你的了，漂亮，钱够了，妈你够了，这样吧，我去下路推，那晚豪老守上路，我们不好推，我们去下路推。这薅着挺有意思的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薅着。机会只会眷顾等待的人。你可能不知道我是谁呀，这老薅着。我创。再我创一个，我拉起，干什么薅的？跟我硬，跟我硬怼薅的，跟你直接结束。
算了，我溜了。还追呀、啊？发条大发了。我走好了，就是。我其实能走，我们走好了，看看再出个什么玩意儿了。我把春哥出了，我不得，我出个蟹手吧。但是我差80块钱，那我出春哥吧。反正早晚都得出，我就出一个吧。我要你在哪里，你就在哪里。投降，在我这儿投降，先把那花条给我拿下，一个完事。你觉得自己应该有更好的花条在这里啊，找他去。我踹着什么东西了？我就说踹着什么玩意儿弄的，我大度 A 接 Q 平 A 接拉起一下一过来 A Q 平 A 拉起，我一波。拉起走了，好几个 Q 呀，拉起，薅着。赶紧给我拿下，再要玩个老头啊，估计就够呛了，还好没玩老头。